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discussions with you. 透过视讯，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与马来西亚 AMST 大学全英文的线上签约展开合作第一步。Dedicate ourselves to nurture professionals who acquire both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humanistic dispositions. Have been constantly sending our students to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including Malaysia. So this new MOU with AMS University serves as another milestone for us. 在每个关节或骨头突处都要特别的小心。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每年的护理师考取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校内护理大楼也具备基础护理教室、护理学实验教室、OSCE 临床情境技能中心，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外，也积极培育专业与人文素养并重的护理人才。服务人群，服务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个实际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我们学习，大概能在这样的地方。在科技的管理，还有在医学方面，这都是两间学校所侧重的一个部分。不管是学生的交流，或者是师资的交流上面，现在我们的医疗健康照护人员里面，各个不同层面所需要的护理人员，期待透过双向交流，开拓学生国际视野，用专业和爱心，充分发挥护理专长。丹璇、黄梦金、钟江波，华联报道。